好，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哈，它要你求这个函数哈，在切点啊，这一点切，这一点是在这上面的，在这一点的那个切线方程。啊，首先哈，我们把它的那个切线方程的斜率把它找出来，哦，就是 m 啦哈 ，two， 这个实际上就是等于呢 ，y 哈，在呢 n 等于二那一点。它的导数，好，就 limit 这个 t 啊，这个趋近于呢 x 啊，我这里是用 x 呢趋近于呢二 ，x 减二，好，分多少呢？y x 减 y 二，那这个就等于多少呢？啊 ，limit 啊 ，x 趋近二 ，s 减二，好，那你这个带进来啊，就是根号二 s 平方加一，啊，减到多少呢？你 x 给它带二，那这个就八嘛，八加一就是九，根号九就是三了，好，这是 y 二，好，那。我们为了哈要把这个 s 减二给它约掉，那这个根号要把它给弄出来，那怎么弄哈？我就上下乘以什么呢？乘以这个根号二 s 平方哈加一加三，那这样的话根号就可以弄掉，好，啊上下乘以同一个函数，好，二 s 平方加一加三。啊，上下同乘一个式子，啊，这个把它展开来，就 a 平方减 b 平方嘛，这个就等于多少呢？二 s 平方加一，啊，减掉 b 平方是九，所以这个就是二 x 平方减八，把二抽出来，就 s 平方呢减四，那 s 减二呢，这个可以约掉，哦，这剩下 x 加二。所以这个就等于多少呢？等于哈 limit x 是趋近于二，啊这是根号二 s 平方加一哈加三，二分多少？剩下两倍的 x 加二。好，那我把二带进来，那就是多少呢？这带进来，这个就是。九啊，九开根号是三，三加三是六，二乘以多少呢？二加二是四，所以是三，二三得六，所以是三分之四。所以哈，在这一点上面的切线斜率是三分之四。那我现在就用什么点斜式嘛？哦，通过这一点斜率是三分之四，那么这个切线方程等于多少？就是 y 减三。等于斜率三分之四，啊乘以 x 减二，把它乘过来，三 y 减九等于四 x 减多少？八，然后把它移过去，就得到哈四 x 减三 y 移过去，九减八正一加一等于。所以它切线方程就是这个。